你只能走，然后什么？你说按可以按圈不是吗？就是动一下开门。哦。反正下的东西一定是人脸的、啊，不知道怎么可以下的。这款叫什么 PT？ 就是一根懒胶。那其实还是下不到什么人、欸。那还蛮吓人的。这能下的东西应该是人脸，一定是人脸的、啊。这实况讲这个，大概被删掉。一根懒胶在人脸上面，你这款叫什么 PT 什么吗？对 ，PT 啊 ，PT 就好了。好的。就那个 Playable Trader 啊。真的卡过，你得找找看，看之前的。嗯。哦，他英语要不见。嗯，那个柜子下面可以开吗？不行啊，就它除了方向键以外没有其他。这是卡关。好酷，我就卡关了。嗯，对。我不要一直晃晃头，好晕。哇，那个头很晕哎。还好，因为我新手很多。随便移动就好。因为我新手很多，其实第一人称游戏，这种第一人称游戏是还好。为什么新手玩多了这种就还好 ？CS。哦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圣斗士新手很多。因为新手玩多，其实这种第一人称。干嘛玩？那给你玩。我要玩钢普拉。卡住了、啊。我好晕哦。前面的话去调查一下。后面已经走过了。CC 没办法捂耳朵了。看过啦。为什么手会痒？啊，手会震动，好讨厌啊！原来是震动手把、啊，真的不见。从最前面的话开始看。前一轮有看过了，没有，每一轮都选择他看。我看一下画，爆不会下。你切换视角，就是他脸放在那边。我觉得你更好。他做太逼真，就是对啊。真的是做太逼真，对吧？哇！为什么你晃头发这样多？那你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对啊。太晕了，在这里啊，看时间一下。啊！哎！一样啊，11:59啊。不是，我刚开始之后就刷到这里了。那是因为你期待罐子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。我刚靠近第一时间靠近的时候，这一下，然后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这。卡关嘞、欸！好酷炫哦、喔，现在卡关了。有没有人玩这个游戏玩到卡关的？有啊，真的出不去啊！蛮多人玩到被 ending， 看那个被 ending， 被 ending 哦，没有 ending 都出不来。看那个 PvP 派玩，他有卡掉一大段，有可能就是卡在这边。那他怎么过去的？忘了，他就后门就忽然开了，好像是后来又门又忽然开了，就是有这一段，就是就原本不能开的门又开了，就过去了。所以你再可以一直你再看完探查再去开那个要下去往后面那一个门，每个地方都探索一下。把每个地方都按圈，全部按圈一遍。等一下，但其实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个很恐怖，从门缝他看进去吗？我知道了，没有，我刚看过好几次了。啊！我知道了，我说我知道了、啊，怎么按的、啊？我知道了，可以放大缩小。好，没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哦，按下去，你看我的视角，你看我的视角，你看我的视角。哦，所以按下去就有。那原来是为了哦，看我的视角。看好腰啊！我是被光哥吓的，我是被光哥吓的。你是被吓的？大哥，你刚刚在干嘛？我是被光哥吓的。没办法，好看到你，所以吓一跳。你真的被吓到？没有，我刚刚被西西吓到。因为我不是要马上讲话，我没有讲话。没有，你刚刚我就吓到，我就跟你讲，超恐怖。哎，对啊，我靠腰啊，天骂的。啊？我怎么穿熄灯的？然后开始有奇怪的笑声。啊。还要继续下去吗？继续下去啊，走三圈就好了。一样啊，没有啊，后来可以进去这里面了。不 ending， 你会输啊！哎，门开了。对啊。哇，好多张啊！我两就这样输了。刚
搞不好最后这个会变红的，结果那十亿米十镜头的第一款变红的就是不然过了，怎么会变红的、喔？那我会吐哎、欸，还要看下去吗？对，真会变红的。OK， 当中你是 Snake 就好了。大家进去看看。哦，你们可以进去的。进去然后看一下洗手台吧。你看过了、啊。好、嗯、啦、嗯啊。这个部分可以剪。剪一下手电筒，快。是有点恶心呐、啊。怎么剪？哇，往下看。是三 NT 哦。往下看，往下看。好，自己剪起来了。对。来，再往下自己，好像不行了。洗手，洗手。哇。哦哦，你被关起来了。完全没有反应。你这样子玩的、啊，干这个就很猛是吗？傻小啊，就当在哭了婴儿、啊。靠近靠近，拉近看，看他。对，看一下他，看他会不会哭。哭了婴儿不是看你自己的。哭了妈妈就过来这样。哎，滚开！好妖啊！不要吵 ，You motherfucker！ 不然拿着 fucker， 不然用水桶打他哦。啊、你为什么不看左边啊？左边有问题啊！不是啊，你要你你一定要看，你要怎样出去啊？不然你要怎么出去？七八的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对啊，就不看没办法过。对啊，你不看怎么过？看到被 ending 更可怕。对啊，没看到，你看，你看门板，看门板，那怎么办？出去啊！哦，出去啊！出去啊！那再看一下宝宝吧。好恐怖，我操！啊，换 D O A。还出不去啊！好折磨啊！对，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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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，快，快出去！哎，一出事啊 ！C C， 我超大神机的，完全没感觉。那个，他手都折起来了，超恐怖的。因为 PewD 太晚，他也一直回避那个，不想看那个，也可以过。嗯。可能他游戏设计一段时间吧。来了。嗯。啊？我等会啊，我等会啊，再走完两圈就可以换笔电。嗯。好了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好，掉了。那个，我是觉得吊灯啊，没有变红，没意思。吊灯很变红，没意思，不要这样吧。灯还能变红？这边啊，那这边就差不多。看，那个是先生吧？千万不要拨号，现在才刚开始。要开始玩。刚刚屠杀的时候。Slash。所以一开始就是有啊，又要再一次啊，杀了他全家。嗯，没有了，里面没有了，你的直线是怎么出的？就是门开的，这门开你就跟刚刚一样，你就用破关了。嗯，那不开就破关了。嗯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吃了吧？吃了。都还好，真不知道。变弱火了。啊？没有死了，现在才开始。啊？不会动，没下去了。现在才开始。他在吃你吧？对啊。现在才正式开始啊。啊？没有吧？结束了？结束了。其实外国人都做那个恐怖游戏的、啊，现在才正式开始，有技术力很低，他就做很丑，现在才正式，很那种爆炸的东西。会有一个旁白跟你讲话。其实刚刚又没有很像，可是恐怖游戏很多都被吓到了，吓到游戏制作人算是比较低的，就是如果要做，我看是比较大的恐怖来讲啊，哎、啊欸，还没有那边啊，有了有了，可是水鬼啊，哇，是什么鬼？他是 talk 不是 walk。他就是那个小孩。哦，是哦，就是刚刚你觉得很恶心那个 baby， 我变讲的，他怎么被一个子弹，他埋不见啊，他没有长大，被装在子弹，装在子弹里，他就是怀孕被切除了，对啊，哎，门开啊，为什么这游戏不能跑？对啊，然后就怕，这样说就冷静慢慢走了，他就是要让你很恐怖，因为你想跑，他不让你跑，就是要像噩梦一样啊，就像噩梦一样。无限轮回，自己的人影吗？这种就是超物理空间，好恐怖！就是看他什么时候换 D O A。嗯，我换啊，瓜哥不要换啊，瓜哥。啊，瓜哥是 P S 4的。我看这种开始运营后就会流汗，
是在流汗。对啊，那就是三 D 晕的意思。三 D 晕哦，我看了，我看了。啊、因为你的角度也不对啊。好晕，不要让你们心里。哎，又进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就是喜欢某一个空间。后次发生，后次发生就是他走出去啊。不，他下一次下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下一大把小对，故意的。就是这房子的灵异事件，体验过了一次。灵异事，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最后他就走出去。没有拍了吗？正式开始，我有拍了。OK。Okay, 然后主角说：“这个才是……”我觉得是超赞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样子，很合啊。戴个头，后面他主角了什么？哎，戴个头，可以直接搭起来。有啊、对，一个、okay. 他一整个，因为都是一样的结构，只是有点卡而已，会干涉。两个冰箱浮在空中，那个棋子就被塞在那个冰箱里面。哦，光这个头就可以杀了。哦，那一些有什么？攻击性很强。猫咪就是这样。嗯，玩这个。我那被我教训的就是不太敢这么张扬。那、啊、你是怎么加班？就因为咬他，他咬我就打不去。来吧，迪欧，就打架了。没桶的，看玩这其实没什么感觉，突然变成迪欧。我练把七龙珠。这迪欧波波也是少，没有波波。所以你还是只能看他，就是还好吧，因为他们觉得迪欧不值得画这个。Fighting。这音乐怎么都没换呢？